相信大家喝过各种各样的奶茶了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了我台湾奶茶界的同伙，一起来跟评测奶茶。那么欢迎小兵先生。好香耶！小兵同学，你知道吗？我对奶茶界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很深的。我能够这样一谈，让奶茶说变就变，要变副麻将都可以啊！你信不信？我不信，有本事你变给我。来，我表演给你看看。嗯。奶茶，奶茶，哎，奶茶，可以吧？我们这种经历很多的男人，经常在，不是，经常在插水的男人，看到我这个插水技术过后呢，现在我们要做一个蒙眼时长，现在我帮你蒙眼，有信心吗？猜得到吗？可以的，可以吗？来，随便哪个部位，随便哪个部位。然后我先给你蒙眼了，准备哈。Are you ready? 可以。可以了。现在我们来我的第一杯哈，第一杯。好，我先跟他搅搅搅一搅。王先生，搅青鱼来了，老大。妹妹，你看得到吗？糖，我们的鲜奶程度感觉如何？五颗星最高。这个珍珠真的是 Q 糖。Q 糖哦，鲜奶呢？我问你是鲜奶。鲜奶。够鲜。够鲜，够鲜够浓哦。来，恭喜，现在到我们的第二杯哦，第二杯。一口吃珍珠鲜吗 ？OK。好，可以，继续。嗯，感觉如何？这杯它的鲜奶。偏淡，偏淡，偏淡。那珍珠呢？珍珠也是差不多。好，现在我们第三杯。来第三杯哦，来，越大只，快点快点。这个感觉如何？用四个字形容。四个字，珍珠 Q 弹。Q 弹软嫩，鲜奶，有没有让阿尔卑斯山矿泉水弄出来的感觉？哥，你有可能吃过阿尔卑斯山。好，那我们第三，第四杯哦，现在到第四杯了，来，开始。来，可以给你搭配，感觉到吗？什么？这边有点熟悉，有点熟悉的味道。鲜奶好喝吗？那鲜奶仿佛有一种比较。大众人都喜欢喝的吧？大众人都喜欢喝。现在大众人都喜欢喝。大众人都喜欢喝。然后珍珠呢？珍珠也是中等，就感觉一到五颗星给几颗？三颗到四颗，三颗半吧。三颗半了。好，那现在到我们的第五杯喽。第五杯开始。哎，喝到吗？喝一口喝。你要表演鼻孔喝也是可以的。感觉如何？多想想，感觉是不是我刚才有喝过这杯啊？刚刚有喝过这杯，是不是？我好像有点没有，我来做这种事情。What？ 今天我们这次将下去有来宾，这里啊，这杯，这杯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再给，喝杯子。我喝多一次吧。这杯的珍珠偏小，偏小，你喜欢小的还是大的？你喜欢小的还是大的？我个人比较喜欢珍珠中等吧，也不要太大，就偏小，我不是特别喜欢，但是他不喜欢小粒的，他喜欢大粒的，对，就是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喝法，哈密瓜有哈味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到我们的第六杯喽，第六杯。等一下哦，我们会访问他到底哪里的一杯前三名的。来，大大的第六杯，老大来，老大请。感觉这杯口感如何？很熟悉呀、啊。你又熟悉？这是熟悉的味道。这杯又熟悉哦。这杯珍珠也是很 Q 弹。很 Q 弹。但是奶味偏重。
奶味偏重，你喜欢黑糖味也是有点重，黑糖味有点重。来，各位，我们第七杯，你自己心里中先打一些分数先。现在到我们的第七杯咯，先把它搅拌均匀，哇，这黑糖超多了。来，开始。哇，你哇，真的有点太甜了。太甜了，黑糖真的真的很多。黑糖很多哦，珍珠也是。老板自己认真在下料了。珍珠也是特别小。珍珠特别小，这里不想小了。嗯。不要紧，现在到达我们的第八杯。哎，真的聊了吗，先生？聊了，聊了。要鼻头看看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喝到爱的感觉了。喝到初恋的感觉。初恋的感觉。来，再再喝，再喝。等待会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感觉怎样？珍珠 Q 弹。Q 弹的。奶味刚刚好，适合我本身个人觉得这杯应该是今天和心中前三的。前三，哇哟，心中前三出现喽！那你现在到我们的第几杯我不知道，第九杯喽。最后一杯了吗？对，最后一杯喽。还上来有，等一下，感觉如何？加油，珍珠杯，咬珍珠要快点，闷珍珠很积极的。这杯感觉稍微偏淡一点，但是珍珠也是极算蛮小的，但是黑糖味还是有的。好，黑糖味。就是说黑糖味还是带有一点黑糖味，但是珍珠偏小。好。那这样我把里面稍微特调一杯出来，然后再给你看看。这是我们第十杯，我现在拿去特调。哎，准备好了，第十杯了，特调的味道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味道？心中应该有答案了吧？我觉得第三名啊，这第四杯可能，我觉得第五，好想想，哎，这两个味道都有点让我印象深刻。没事，还有一个答案。啊，有答案了，来。我感觉我的第三名就是我个人认为，在这十杯里面的第二杯是算得上第我心中的第三名。心中的第三名。好，那现在第二名呢？我心中的第二名，我给了第四杯。第四杯。第四杯。第四杯，好的。这第二名啊，那第一名呢？我感觉七号就是我心中的第一名。心中的这十杯里面。好了，总而言之，奶茶这个东西呢，每个人都喜欢的口味都不一样，所以以上呢都是我们个人的想法，个人的推荐啊，对。然后呢，喜欢小兵同学可以 follow 他 IG 在这边。当然，你们记得订阅七葩的他这里边的 IG。
跟他的 YouTube 频道记得赞、订阅、分享、转发。我们下次见。Oh.